原生体育馆的也做准备啊。下面是徐志刚啊，表演传统套路第一节。现在表演的啊是徐志刚啊，徐志刚是高峰老师的徒弟。
传统无师套路啊，分六段，现在表演的徐志刚他是表演第一段，接下去呢是那个原生体育馆表演是第六段。
刘国坚老师是胡适太极拳协会会长马月良宗师再传弟子，钱超群、郭怀乙老师的入门弟，习拳30余年，对胡适太极拳颇有研究，拳架工整。请杭州金朝辉老师做好准备。请杭州金朝辉老师做好准备。你什么地方都走得进去，知道你有进去，记者在那次就是那个跑八连，记者进来进。
跑到跑到来是上海市政府，最近的。我不知道。这会不会当初的？请金昭慧老师给我们表演《无师范全》第一节。现在进行表演的是长沙无限流。老师是吴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，费国清老师的入室弟子，上海太极进修堂创办人。请义乌和克明老师进行准备。
我都老菜可以，老菜我也老菜，嗯，你说老菜就老菜，没有没有，我说快钱，快钱，不是快钱，快钱，不是快钱，你去多少多少钱？何克敏老师是义乌市吴氏太极拳社研究会会员，马月良老师的在传弟子，张金贵老师的入门弟子。请马卡龙老师做好准备。
马海龙老师是上海吴氏泰拳拳社名誉会长，马月良先生的长子。两位老师为吴氏第五代传人，高峰老师的入室弟子。
起走来，好，站一下，站一下。彭军老师是吴氏第五代传人，现在上海武术院传播吴氏太极拳。是从周忠福老师，曾经荣获上海大学生武术拳的冠军。谢谢，谢谢。是吴氏第五代传人，吴福东老师的入室弟子。
请司小芳老师做好准备。请司小芳老师做好准备。小芳师从于吴福东老师。请金叶老师做好准备。请金叶老师做好准备。老师是吴英华老师的亲外甥女，全数得自吴英华老师的亲传，为英国药学博士，在英国教学太极拳二十余年，为吴氏太极文化的传播，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管地老师是吴氏第四代传人，马渊良老师的入室弟子。请朱方元老师做好准备。请朱方元老师做好准备。
宽元老师是胡适第五代传人，张基贵老师的入室弟子。请朱方泰老师做好准备。钱超群老师的入室弟子。请郑章成老师做好准备。请郑章成老师做好准备。
老师为吴氏第四代传人，吴耀宗老师的入室弟子。是吴氏第四代传人，瓦月良宗师的入室弟子。请惠国兴老师和徐敏俊老师做好准备。请马家豹老师做好准备。
太多了。Gracias.
霍先立老师是马凯龙的弟子，湖南省太极拳协会委员，高级教练。请周忠福老师做好准备。